为了让居住在市区内的原住民朋友们都可以传承传统文化，县府原民局除了开办部落大学外，日前也特别举办结业典礼。我首先呢，我们推动这个部落大学，那我们已经在地生根了十余年了。那我们原民会跟我们原民局呢，就是一直在致力推动这个终身学习这个区块，尤其是部落大学。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这部落大学能够落实在我们的原乡地区，也更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这个都会地区，因为我们都会地区也有很多的这个原民朋友除了平原跟山原都会在这边。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城乡比较有差距，那我们在这边也能够让我们的族人朋友能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文化的扎根学习，还有我们乐活我们的这个生活，还有以及就是做产业的推动。这次部落大学总共有两种课程，分别是原住民舞蹈，再来就是编织，透过传统的图腾结合衣服，能够将老祖先的智慧永续传承。可以学到一些我们传统的团服的族服，你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吗？可以写一些我们以前遗失的我们的族服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一些就是说也有的是用十字绣啊，还有一些像这样子的图腾，然后拿来撑车这样子，对我们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写到我们以前小时候没有写到的族服，我们以前都出去外面上班都没有写到老人的一些的那个，对对对。议员石信龙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居住在市区的原住民朋友们多多学习。那我们族人基本上他们能够透过这个部落大学的研习班在都会区来办理确实是不容易也让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能够一再的进阶促使我们在南投市等于周边这几个里的不管是哪一组的我们的族人大小都能够来参与。希望透过举办部落大学，不但可以吸引更多原住民朋友们投入学习，也可以藉由多元的课程，将宝贵的原住民记忆永续传承。记者邱品义南投采访报道。